这是台东的古庄车站，然后这里到大武大概3.3公里，按过到枋山，哦，还有20几公里。啊，早期伫个枋山的话，它可以买来回车票搭这里，然后经过长达大概8公里的中央隧道。啊，哥哥哥，赛到家，然后伫这个古庄家落站。啊，下站之后再搭另外一台台东往枋山。车站，今天一天大概剩下2个班次，好像9点到6点多。加那一撇吼是用那个悠游卡一加纸格格加刷卡，这个我没得卖票啊。